giorno girano delle belle turbanti al riposo。可爱彩彩，我已经穿了肤色丝袜，你有看到吗？这边想要问你们一下，你们喜欢筷子腿还是就是比较有那种有声音的腿？真理脚鸭子，对，就是整部片呢只 focus 在我的脚上面。有点痛。足控大家都听过吧，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，足控呢就是足，在日文中泛指整条腿，整条腿，所以并不是只有脚踝以下才称之足控，全部都是足控。直接现场穿给你们看。对，紧身叫什么，紧身高跟风，来，这个专业的声音来。很多人可能会说我这样穿鞋会坏掉，没关系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OK， 好，腿很长，然后街上辣妹都这样啊，然后一定要穿什么什么露肚装，有没有？白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像不良少女？然后我刚刚又想要穿这个搭制服，应该会挺好看，就是九妹那个给我的高跟鞋。但是我这样穿上去之后不是很好看，我想说那干脆这一套直接是裸足风。来了，很不良吧？还是其实不用穿就不良了？我觉得我脚明明很好看，由低到高，然后这是做了一个粉色的指甲，不会太浮夸，简简单单，干净利落。来，附上我的青筋脚。脚要有点青筋吧，听说有些足控脚反而上面没有青筋，好像套了那种磨皮滤镜的那个脚是最好看的，所以说我这种青筋脚可能是比较不合格。 OK， 这一套终于找到一点成熟感的衣服了。这一套名媛高跟风，终于说我后面还有小心机，这什么是背吗？是脊椎吗？然后还有亲自穿鞋，什么东西？然后我的膝盖很好看哎，膝盖挺好看的。这一套这个半蹲，然后女特务有没有？我其实还是有别双高跟鞋，只是我没有这种露这边全空的。索性不换这套了，直接给你们试穿。来，无声环节。Della belle turbando al riposo, Narcisetta tuo cibo d'amor。放好了，也不是说足控他们喜欢磨皮效果吗？算是半，有点半磨皮。哎，目前为止看到丝袜，你觉得哪一个足是你觉得比较好？我觉得现在这个比较好看哦，现在这个很好看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直接换肉色丝袜，丝要卷什么？肉色，肉色，肉色丝袜。各位，再见，再见。哦，看还有内裤了，完蛋！我已经穿了肤色丝袜，你有看到吗？就是完全没什么差别，可是你看这边就知道我有穿丝袜，磨皮。好不好？就是你如果不用看到这边的话，你看直接往上看，对，帮我滑上去，慢慢滑。就是看起来就是光滑，比较没有什么。你看我青筋也比较没那么明显，就是看起来整个人很干净。好，那我们就去换黑色丝袜。虽然我真的蛮喜欢这一套的，那我们先开始换黑丝。OK， 这是我们最后一套黑丝风足控。我不知道黑丝的魔力在哪里，这一款是全部的，然后也被我用破了，你们就当它是造型好了。这边想要问你们一下，你们喜欢筷子腿还是就是比较有那种有声音的腿？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